Hello， 大家好啊！这一个咧系一个全新嘅节目，叫做《宠物好精灵》啊！逢星期三就会同大家见面噶啦。而我咧就叫做 VN， 坐喺隔篱嘅咧就系我哋嘅本台台长，佢咧叫做小药丸啦。小咧系好少咁解，药丸咧就系我哋平时食开嘅药丸。点解叫做小药丸？咪就系你睇下佢，佢又病咗啦，几冇心机啊！不過大家希望不要將佢咧同另一台的台長的名字混埋一起就得噶啦。佢叫做小日丸，係啦，唔係另一個，係啦，就係咁。咁就想問下大家有冇養寵物呢？如果真的要養寵物的時候，通常咧都會有一個問題，就是改名啦。唔講咧，你哋都唔知啊，原來咧唔同地方唔同改名的文化。咁咧，第一集我哋嘅專題就講下同點樣同動物改名啦，即係唔好似小藥丸咁改錯名，佢根本就成日都病嘅，跟一陣間咧就要帶佢睇醫生噶啦。嗱，咁喺美國加拿大咧，喺1980年代就中意幫雄性動物叫做 Michael 啊、John 啊依啲咁嘅，而雌性動物咧就會叫做 Olivia 或者 Wolf 之類嘅。後來咧又因為某啲電影角色。而將嘅寵物叫做好似 E.T. 啊、小魔怪啊依啲咁樣啦，而去到1990年代啦 ，Michael 咧都一樣好受歡迎喎。不過咧開始咧用於喺抵死幽默嘅名啦，因為咧佢可以解釋做同性戀或者公廁嘅 John， 哇解廁所嘅 Lu， 解男性器官嘅 Dick 咁樣啦，而解女性器官咧就叫 Pussy， 即係 Pussycat 啦。咁好在佢唔係 Pussycat 仔，依只係英國短毛貓嚟嘅。咁同解妓女嘅 Mary 咁樣咯，而喺南美咧、南歐嘅拉丁地區咧，就中意將自己嘅名字或者自己嘅姓氏咧後邊加個當字喺前面，又會將佢叫做 Julius， 咁英文咧叫做 Julius， 咁咧將呢個字放喺後面，而 Julius 咧係拉丁文嘅意思，而當咧係有貴族嘅咁解，通常咧響當當嘅人咧名字前邊咧都會有個。當咁嘅字啦，至於 Junius 咧，點解咧就真係好似小，好似小 V 啊，或者 Vian 啊，咪咪啊咁樣，咪咪仔啊咁樣，或者類似啦咁樣嘅，好 Q 嘅感覺嘅意思啦。咁而日本咧最受歡迎嘅名咧叫做 Coco 啦、Toyoko 啦、Milan 啦或者 Momo 嘅，咁通常咧。佢哋喺依啲名字後邊咧都會加一個讚字，點解要讚呢？就因為佢係 BB 咁解，好似咪讚咁樣，就好似好可愛咁啦，覺得小藥丸讚咁樣係咪咧？而台灣咧中意用疊字，尤其是好似貓貓啦，咁用疊字會比較多嘅。狗仔咧都會有好多嘅，咁而我以前養嘅兔仔咧，我都叫佢貓貓嘅，因為佢嘅樣咧同只貓即係同我哋台長係差唔多樣嘅，係都係啲毛爆出嚟，咁樣好大好圓嘅頭。咁而香港咧，以前啲狗狗咧叫嚟叫去都係 Licky 啊、旺財啊，咁都係吉利嘅耳頭啦。而今時今日咧，香港人嘅無限創意改名咧，已經係冇一個定局啦，變得咧百無禁忌，就好似比利哥隔離屋企只狗咁，大家咧都叫佢做閪老財嘅，真係話我想都唔想養只閪老財，唔好玩啦，真係。最後咧要講嘅就係鄰近嘅匪國啦，佢哋咧就冇同動物改名嘅意識嘅喎，嗰度嘅地方咧啲大人有養嘅，即都有養動物嘅，不過咧唔會幫動物改名咯，因為咧會有一日啲小朋友咧就會問媽媽點解我哋玩開嗰只雞仔或者貓貓唔見咗嘅，跟住就話哦婆婆加咗餸啊，哎呀死咯真係。講完改名啦，而家咧就講我哋名人同埋寵物啦。而咧 Taylor Swift 咧，佢嘅寵物咧係好犀利㗎，因為咧佢養好多唔同嘅爬蟲類，不過咧最中意都係佢嗰兩隻貓貓啊。今集嘅名人咧個主角咧就係 Taylor Swift 啦。咁佢咧多次贏得格林美大獎嘅 Taylor 咧，唔單止人靚歌甜啦，而非常中意動物㗎，同埋咧佢多次上各大電台咧訪問，除咗係講音樂之外咧，話題咧就好快轉到佢嘅寵物身上啦，又係咧佢嘅 Meredith 啦，同埋 Olivia 啦。簡直是明星貓嚟噶 ，Taylor 要搭飛機去其他地方工作，隔離位是咩人？咁就真的是佢只貓啦，犀利啊！小台長，我哋會不會有啲咁嘅嘢啊？就連拍廣告咧，佢只貓都有份出鏡，而每一秒咧廣告費真的不少嘢啊！而家咧，我哋就俾 Taylor 同埋灰貓的 MV 大家欣賞啦。
落嚟咧就要送俾中意宠物嘅人嘅文化推介啦，就系《为你取名的那一天》。呢部电影咧系一部真人真事改编嘅纪录片嚟噶，咁由专门拍摄动物电影嘅日本导演山田善执导嘅，用咗4年时间拍摄多达咧200个钟噶，好犀利噶。咁故事咧主要系讲述港岛嘅犬猫孤儿救援队，因为发生咗3.11大地震之后咧，佢哋咧就去咗福岛救出1400只猫狗，更加咧照顾埋因为家园被摧毁而冇办法再同主人一起住嘅猫狗添啊！呢、这個女電視製作人啦，跟隨拍攝紀錄片啦，咁慢慢咧佢就發覺到好多貓狗其實咧都緊隨住死神爭取時間噶，因為咧佢哋隨時咧都會俾人安樂死啊。另外咧，佢哋又見到有一班咧有心人士義無反顧咁想將設法咧將呢啲貓狗喺死神入邊咧救翻出嚟喎，係咪啊？咁咧喺一個一來一往嘅過程入面咧，佢開始咧意識到自己對於生命嘅睇法太過淺薄。咁呢套戲咧，或者咧大家會覺得滿口正義，又或者有啲説教嘅形式啦。不過咧個重點咧就正正係要帶出呢個佢嘅正義用意啊，話咧話俾佢聽，愛佢哋就唔好拋棄佢哋啦。片中嘅女主角咧講咗一句好重要嘅説話，就係我要幫你改名。咁有咗名之後，改名嘅人咧就會有個好好嘅責任，即係有個責任心啦。我要照顧你咁解啦。嗱，小日丸，我唔係你主人啊，所以咧你主人就要好好照顧你啦。你知唔知啊？できる治療法は何でも試したの。でも1ヶ月で死んじゃった。夏にしたら辛いだけだったと思う。どうですか、おかげんは。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現れておいてくれて。いい。総合子が最近亡くなっちゃって。犬の映画なんか撮るのいかがですか。映画？映画。私がですか、うんうん、思い悩んだ挙句覚悟を決めてこれまで一番行きたくないと思っていた場所に行くことにした。どこ行くの？どこ行くの？目もある目もある。あら、座ったの？座りした。行かないね。ワンコだ。人大好きですよね。ねえ、うん。本当に犬が好きなんじゃなければ最初から飼わなきゃいいのになと。おいで、いたでいたで。あ、こんにちは。すみません。はい。こちらまでお邪魔してしまいました。いえいえ、とんでもない。こんにちは。私はテンテンです。テンテンです。おお、こんにちは。わあ。おじいちゃん。おじいちゃんもね。おじいちゃん。あ、じいちゃん出てる。じいちゃん出てるよ。ちびこのおじいちゃんだよ。ちびこのおじいちゃんだ。はい、かわいいな。こっちじゃない、こっちじゃない。こっちじゃない、こっちじゃない。咁而接落嚟咧，我哋最後咧就會播出由觀眾咧提供嘅片段俾我哋噶。咁呢位觀眾咧，佢都好有愛心噶，因為佢領養咗咧6-7隻咧被遺棄嘅貓貓喺屋企噶。嗱，咁我哋去片啦。
兜，再嚟多兜好唔好啊？睇下，靓兜啦。你咁蠢噶？呢度咪有位咯。原来大部分的家庭都会使用过多的化学清洁剂，一喷一抹就在我们的家居每一个表面都加上一层化学物质。其实有没有更聪明有效的清洁方法呢？答案就是 Annual 纤维技术，由奥地利研发制造。Annual 清洁布的纤维由聚酯和聚亚硫胺结合而成，每一条纤维都比头发幼100倍。Annual 清洁布的独特设计令纤维能够深入要清洁的物品表面，接触污垢更细小的分子，将它们带走。Annual 清洁手套的用法很简单，首先用 Annual 清洁手套将污渍抹走，再用安洁布抹干。Annual 清洁布的纤维锁住大量的污渍和细菌，只需要用水就可以将污渍和细菌冲走。只需要一块 Annual 的清洁布就可以帮你清洁屋企每一个房间，令你节省时间、节省金钱，带给你一个又清洁又健康的家。是不是看极都不够后呢？如果想继续看我们这么精彩的节目，就要上 lozhou.com 订阅我们的频道。没错，大家还可以 subscribe 我们 YouTube channel 的 lozhouhk。是的，还可以上我们 Facebook 专页去 like 我们的。没错，如果大家平时会用手机上网看片的话，就可以 download 我们的 apps， iOS 和 Android 都是叫做 MIHK。是的，所以我们现在苹果机都可以看了，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